有一个同修的情况现在有点急，就是这位同修呢，他是外地回上海的，没有户口，现在住的房子是原来他妈妈和哥哥住的，现在他妈妈和哥哥都去世了，那现在他的那个房子要拆了，他没有地方住了，就很苦的。然后修心灵法门也一年了，用三大法宝进展也一直很好，本来是有机会可以分到房子，但是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一下子出状况了，有阻碍，然后动迁办要他提供证明他也提供不出，现在就是情况很不乐观，已经涉及到就是没有安身之处了，就同修很着急嘛，为此事也发愿度100个人放生，然后希望菩萨慈悲给他一个家，现在他也在拼命念化解冤结的小房子，就是目前不是很乐观，想问一下这个台长应该怎么做。我可以告诉你，这个人台长现在感觉到他气场开始修的还不错，有这么个机会之后人贪了，贪得太厉害了，过分了，贪过头了，菩萨把他拿掉了，没有了。这个人贪得太厉害了，我告诉你，有一段时间贪得特别厉害，而且不好好念经，现在要想要房子了，说哎呀我许愿度100个人，你开始干什么的？这种人我告诉你就是临时抱佛脚，讲都不要讲的，骗得了菩萨的。我告诉你，就是他两个人跟他人家收留他跟他住的时候，他自己应该好好的感恩，更应该好好的修心学佛，等到过世了就开始动宅念了，拿得出东西不啦？有资料不啦？我告诉你贪什么，有什么好贪的，来的时候不就一个人吗，现在想霸占人家房子的，不叫霸占的，人家死了还是人家的房子。我告诉你贪好了，贪的人家说贪到后来一无所有，越贪越贫，有什么讲，有什么好讲的，现在叫他心态放好一点，他本来就没房子来的，饿得死人呐、去租啊，去自己租房子，去贪好了，还要跟人家去讲了，这房子是我的，哎呀我怎么，我告诉你好好念经的话也不会到今天这个地步，有一段时间简直疯了，还要找律师，还要打官司，还要我讲啊，这种人不贪呐、贪到后来一贫如洗，气场一塌糊涂，现在我告诉你讲都不要讲。然后台长，这位同修前段时间他也梦见了他过世的妈妈和哥哥，其中过世的哥哥说房子已经卖掉了，但是要108万，这个要念几张小房子啊？我告诉你房子不属于他的，人家说108万、如果比方说100万小房子，你要叫他念，要叫他念几万张小房子呢，这个房子可能会给他。这样的，你叫他去贪呀，怎么念呢，几万张去除除五好了，108万除以五，你算一算好了、多少张。贪好了，现在他就觉得他自己也忏悔了，就是觉得他孽障太深了，也是现在也感觉到自己在心忏悔。忏悔了，我告诉你啊，没用了，一个人呢、我告诉你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，被利益熏心啊，熏得来自己都找不到了自己的利益，整天都忙在利益里边，以为爸爸妈妈跟谁走了，以为这房子是他的了，这不叫贪呐、这不叫索取啊。师父平时跟你们说什么呢，不该你的不要去求，不要去抢，抢了吧，求了吧，难来了吧，苦难来了吧，想不通了吧，想不开了吧，这还要花律师费，去玩吧。那台长，那就像这位同学情况，那应该现在还要不要念化解冤结的小房子功课啊？画什么？什么都不要画，不要了。自己好好的自己做，靠自己一双劳动的双手，慢慢的创自己的业。你哪怕嫁一个人，你哪怕自己创业，你也比那种意外所得好啊。没
出息的，我不喜欢他。嗯。好了。好的，好的。嗯。不要再问他了。好的，好的，我告诉你，就摊出来的毛病，这个同修。嗯，明白了，我会让他听录音的，好好的跟着台长修，好好的念经。我告诉你。放下。就是他拿到了他妈妈跟他舅舅的房子之后，他很快就会生病了。你问他生个癌症方便好还是拿个房子好，命没了有个房子有什么用啊？嗯，